2022新春伊始，惊喜掉落，你的选择是？我都要。医生不是外人的，你们的对手是死神，医生只是跟他们抢时间罢了。我明白，但这情绪就像深渊，让人不能自理。这次你要去的地方在边境，当地局势这几年一直不太安稳，正好有个朋友也要去那边，你们一起走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到了，你的孔雀毛。叫什么呢？这里又不是第一次停电，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怕鬼啊？嗨，你干什么呀？把威胁我的照片和视频都删了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贼呀？我说，看吧，没了。拿着，有事坑我。好几个孩子高烧不退，我现在怀疑是病毒感染。现在孩子们的情况非常严重。我真希望能够找到一种特效药。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他。你的意思是你们要独占这些植物？你们拿走那些植物，孩子们怎么办？哥，我们找到那批植物，能不能分析出来给教授，让他做研究，保住那些生病的小孩？这个部落生病的那些孩子总共有多少个？你知道林天有多少员工吗？1000多，让出来一部分，或许会对我们的进程慢一些，但是能让那些小孩有活下去的希望。虽然我不是一个医生，但我也想为这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谢谢你为这里做的一切的一切。我想和你说的是，换一个角度看世界，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。我曾经有一个遗憾，没能跟我的父母好好道个别。去世的人都会变成星星，去守护最爱的人。你爸妈一定是这天上最闪耀的那两颗星星，所以你不用怕黑，因为越黑的地方就是最耀照的那一个。医生用最深的爱来维持最强的理智，你以后一定会是个非常出色的医生。我让你别回上海的，你不听，就为了这个。只要你在，对我就是危险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这么。你有事？可你现在还不是站在我面前？我为云深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，而云深为我做的，哪怕是一小点儿，你们恨不得我刻在心里。云深，你答应奶奶，有我，我手术当初有什么不测？你替我照顾妹妹好吗？
你为什么要这么讨厌我？我不讨厌他，我是恨他。恨他为什么每次都让你受伤？那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你才满意？你和他分手。你为什么总逼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是你逼的我。 可是他们明明生活在同一片土地啊，为什么要相互的对残杀呢？因为人类的欲望。我要让林天给我妈陪葬，我要让林天知道这四个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你牺牲，真是为了利益，怎么行？我很服从你，我根本就不想看到他。 我还真羡慕你这种朋友在爱里泡大的孩子，我恨得你看不出来吗？要坏就坏在彻底一点啊！承认是意外的事，我是不懂的，我只是前两人。OK。I have mobilized all the armed forces for you. Who are you going up against? We are the doctor here. We are the patients. My uncle is sick. I need a doctor. Aren't you guys good doctors? You want us to save him? You are dreaming! You sure? Who exactly are you trying to rescue? This is my brother. Leo. 5、4、3、2，这样我们就算一起吃了个除夕饭了。云山，新年快乐！ 新年快乐。